北港警察志工中队长黄宏基今年继续联合北港分局延续善行，捐赠将近350包的白米来帮助弱势。我本身是尽一点心力啦，那个愿施比受施更有福，我愿大家那个存好心做好事，安尼我愿尽我的微薄力量，能唤起大家，社会一点共识。这个经过我们调查呢，大概有330户呢，符合这个资格。其中呢，在北港镇部分呢，有135户；那水林乡部分呢，有97户；这个口湖乡部分呢，有98户呢，总共有330户呢，符合资格。我们希望呢，借由这一次的活动呢，能够唤起社会大众呢，特别的关注呢。分组做完，紧接到消息，一透早就来到分局到三工，一个人跟着2-3包白米，一车载出去，就是要赶紧将黄宏基的爱心送到弱势民众手中。阿弟，13、14、15，好像有。邯郸散乱行动除了北港警察志工中队个人尽心来以外，北港分局也积极投入关怀行动。马上关怀急难救助部分呢，我们呢本年度呢，我们就申请了66件啊，代为申请66件呢，核发的金额呢高达103万啊。另外呢，这个张荣发慈善基金会呢，我们也帮这个我们辖区的这个弱势团体呢申请呢有37件啊，这个核发的金额呢也高达61万1000元呢。平常呢，我们也要求，我们同仁呢，对于这个辖区的这一些弱势家庭，希望利用勤务的机会呢，多加的去关怀。这几年因为经济不好，行政活动也渐渐减少。不过黄宏基也是逐年付出爱心，捐赠物资，都是希望社会这批爱心灯火会当继续延续落去，伫咧寒冬继续送温暖。记者李嘉山采访报道。